哎呀，这县城还挺热闹的。这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，大哥。周浩三这老东西可挺会收拾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？哼，他要不来，我就彻底栽了。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，这样公道。 在你的地盘，我不踏实；在我的地盘，你不踏实。哼，在这儿，咱俩都踏实了。你以为我不敢来？哎呀，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，我都不稀罕的约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哎。 我说哥哥，咱俩说说话啊，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，你不觉得闹得慌？喜子，哎，你们出去。大哥，出去。走吧。兄弟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嗯，用不着。 咋样？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！下去吧。痛快！哎呀，这才痛快呀，哥哥啊！嘿嘿，兄弟，哎，叫我来干啥呀？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。 说实话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条汉子，战袄喜欢你，真的。要说高密地界上啊，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，能算得上是英雄的，也就剩下你和我了。不，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。他我没见过，我只认识你。以前你叫我大哥，我还受得住，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。朱浩三通缉咱们俩。 你已经涨到200块大洋，我才100块大洋，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？这是钱的事儿吗？咋的？不惜的交我这兄弟？哎，我没啥事儿，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。嘿，咱俩啥过节啊？哎，你说你以前投奔我，我容不下你。另外这九儿的事儿，咱就更别。 你他妈你！小心抢走火！旅长，玩鹰的被鹰夹了眼，你想咋办？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，省得我废话。旅长，老子拿你当好汉。 你他妈跟我玩阴的！你给我小肚鸡肠！你他妈开枪吧！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！你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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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！都别动！放下！就放下！再放下！ 爸，吓着了吧？这一枪，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。我也是你小舅舅啊！哎，哥哥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哎呦，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。把枪都放下，放下！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！谢谢。 我就不明白了，啊！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。朱浩三追杀了我多年，我元气大伤，
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，你义的要跟我结拜，你想干啥呀？哎呦，哥哥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早就想不明白呢。我刚才只要一枪把你给毙了，是我在高密市可以独大了，啊，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？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？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，咱们两个互相关照，跟朱豪三形成三足之势。 那怎么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？啊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啊？那好，我花伯子愿意高攀，和你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共同对抗官府，对付朱浩三。喜子，哎，给我哥哥上酒。 好嘞！哎，于大哥呢？不知道。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？反正不是我。顺便通知你一下，把伤养好，赶紧走人。为什么？哟，这么大个事儿。 我哪回答得了你呀？麻子，麻子，哎呀，麻子，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！成了，成了，有了花脖子，咱在高密还怕谁呀？啊，咱够他朱浩三喝一壶的，够他喝一辈子。于大哥，什么事成了？我。 还有花脖子，结拜成兄弟了。往后在高密，我就是这个。<笑>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？我什么叫搅到一块儿啊？那我跟他都是土匪，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。你们不一样，正因为你们不一样，我才待在你这里。花脖子是什么人啊？他滥杀无辜，欺压百姓。 你干过吗？他强奸妇女、打家劫舍，你干过吗？哎呀，那都是以前啊。于大哥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。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，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，我以为你进步了，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？大哥，你可真够大度的。哎呀，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。 正经，我是看你有文化，所以我一直敬着你。你别蹬鼻子上脸。什么叫蹬鼻子上脸？你这叫自甘堕落，无可救药。哎，张少爷，说话要有分寸。什么叫自甘堕落？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。哎，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。对了，你说你呢？就不让于大哥。 跟朱豪三对抗，怎么着？想在这拉帮结派，想把队伍搞散，是不是？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。我，于大哥，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！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。你还记得吗？他起家是靠黑眼，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。这种人分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你跟他在一块，迟早会被他给害了。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。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？那大哥在这儿，你说，你说告诉他， 我干什么了？行了，哎呦，你坐下。君姐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是受不了我了。我这儿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要走的话，请便。走就走。你这种人，我不跟你为伍。 大少奶奶，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了？就是想去拜拜。那您坐稳了啊！也不用跟我去了，我自己去。今天烧锅上不忙？说不用就不用。驾！路上小心点儿。
小姐，我们到了。我知道，我来过。哎，小心。你们说，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？为啥呀？那是因为啊，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。对对对，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，没人敢欺负。所以啊，这点来说，于占鳌就比我哥强。回去我就跟我哥说，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，我还来过一次呢。哦，果然是姑娘。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，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。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？俊杰大哥，那边呢。谢谢。灵儿。张俊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？我就过来看看。你哥放心让你出来啊？他不让我出来啊，我不愿意嘛。他找人护送我了，刚才才走呢。对不起啊，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。俊杰哥哥，我还想感谢你呢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，还怎么挽救他呀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打算回家了。回家了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吗？怎么要回家了？我失败了，这些人无药可救。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，你怎么能放弃呢？灵儿，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。现在想想，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。我哥都已经同意了，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，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。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？是啊，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。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以前我和你一样，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于占鳌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。以前是你一个人，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。而且你不是说了吗？于占鳌比我哥强，我连我哥都能改造，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？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。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！你带我去见于占鳌，我跟他讲。灵儿，你太单纯了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我是不会回去的。我在青岛的时候，每天跟同学都在想，除了游行发传单，我们还能干什么？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俊杰哥哥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，我们一起努力。这个国家，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，他就没救了。好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你说你要改造我？对。用啥改造啊？用信仰的力量，用正义和良知。哎，我咋听不懂呢？灵儿，你在对牛弹琴。那也要弹。于大哥啊，我把我哥都改造了，所以我也能改造你。花脖子被你改造了？对啊，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，他们现在跟你一样，也不再祸害百姓了，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。花脖子要是能被你改造，母猪都会上树。大哥，行，都别瞎了。那个妹子，别怪我嘴糙啊，这小子没告诉你吗？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。这是需要过程的，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？灵儿，咱们走。我钱都来了，就不会轻易走的。于大哥，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，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。妹子，学文化有啥用啊？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于占鳌仨字儿，我刚学会两个半。嘿，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？你告诉我啊。是我哥让我来的，你要赶我走吗？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？愿意留留下吧。
等一下，俊杰哥哥也要留下，他得帮我。哼，他我可管不了。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。我啥时候小心眼了？啊！我问你话呢，我啥时候小心眼了？要去要留随便你，没人撵你走。都听好了啊！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。满意了吧？在这儿啊，我呀，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。嗯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，我送你那块胰子你用了还是没用？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，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？来，我闻闻来。你别过来啊！你要过来的话，我就喊了。喊，你喊。我刚才闻了一下，你这身上啊，还真有那茉莉花香。大少奶奶，不，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，你守得不辛苦啊？啊，高粱地里没人，趁这会儿天色还好，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。来，你干什么？走开！你别臭不要脸！别装，谁不要？走开！家！家！治吗？嫂子，衣服怎么破了？树枝刮的。哦。这么晚了，您咋过来了？我丢了个头钗，您看见没？没有啊。哦，哎，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，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？啊，今天他说他自己来，早早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。哦，那您歇着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二少奶奶您慢走啊。哎。什么事儿啊？是有个事儿，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，你们谁拿了？赶快拿出来，别让我翻。二少奶奶，我们都在烧锅上，离您那儿远着呢。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，怎么敢进您那屋呢？是啊。要不这样，
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。翻。不用了，我也在想呢，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，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？你们两个跟我过来，帮我找找。哎哎，赶紧。别往那儿去，别吵着孩子。没有啊，找不着啊。要不咱明天再找。您放心，这丢不了。这样吧，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，没准儿啊拉她屋了。嫂子。嫂子，睡了吗？嫂子，找你有点事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秦玉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行行行，走，出去。二少奶，你轻点，疼疼！你个没出息的，你是发情的畜生呐！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！不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呢？大少奶奶她喜欢我，她叫我来的。你胡说！大少奶奶的名声全让你给败了，几回了？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，要在没人的地方呢？你个王八蛋！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二少奶奶，怎么了？罗汉大哥，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，不能留，我就知道他不地道。你看看这留出事儿来了吧？大少奶奶呢？里屋呢？你们在这看什么呀？回去，回去！还不快滚！不想干了。二少奶奶，那我呢？你也滚。大少奶奶，没事了，我替您把门关上了。二少奶奶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是我不想听，我累。哎，热，热，
大婶，怎么样啊？得手没？几回了？哎呀，兄弟啊，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，问我上手了吗？没上手，老子能从他身上下来吗？告诉你们，不是头一回了。自打我进了单家的门，大嫂子那就看上我了，一眼去好，全玉郎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罗汉大哥。 这黑灯瞎火的，该休息了。出来！罗汉大哥，这事儿真不能怪我，是大少奶奶她。过来！啊！你敢打我啊！救命！出人命了！打死我了！打死我了！救命！出人命了！打死我一条命！大少奶奶！罗汉大哥，快点！ 下手这么狠啊，出了人命咋办？滚！二少奶奶，我知道。 少奶奶做错过，可您不该这样啊！您把他给毁了。我还没把他卖给土匪呢。你进来。二少奶奶，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啊！ 我这细皮嫩肉的，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，我是靠脸吃饭的。我脸要是被他打化了，我以后怎么办呢？拿着这个，赶紧滚，能滚多远滚多远，别让我再见着你。二少奶奶，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？我们之前说好的，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？ 其实有个问题，我一直都想问问你，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椅子，我问起来也挺好闻的，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那味儿还好闻，你让我好好闻闻吧。你当我是谁啊？赶紧滚！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。真翻脸不认人是吗？我就这样，赶紧滚！好，但有脸你把我当条狗是吗？我早晚让你知道，我就算是条狗，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。 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，我一旦咬着你，我绝不撒狗。滚！
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你醒醒！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大少奶奶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。这么多年你都熬过来了，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。您得活着呀！二少奶奶，虽然孩子会长大，可是在这家里熬着，有个伴儿总是好的。我走了。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，我真的是我不对，嫂子，嫂子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，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你能不能原谅我啊，嫂子？有什么好原谅？你没错，陆汉早就说过。我斗不过你，可我就是不信。现在我认输了，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，你就让我走了吧。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，咱俩别再斗了。以后我再不害你了，你也不应该害我，不是？咱俩以后好好过，行不？可是我没脸活了，没脸活了。别留我了，就让我去了。不行，嫂子，你要是要走啊，你把我一起带走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啥事儿啊？急着忙慌的，你把那个钱玉郎啊
带走。他该拿的钱都拿了，让他滚得远远的。这咋的了？咋的？你不要问咋的了。你告诉他，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，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。哎，大哥，有二百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。对了，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过去了。好。还有一百斤粮食在。你干啥来了？老太太那儿有事儿？哎，你就别惦记了，老太太那儿好着呢，好着呢。说吧，啥事儿？那个，我给你带个人来，你看看，要是觉得行呢，就是让他跟你干。哪儿呢？就是那门口那个，门口站着那个。就那货，长得挺周正的。原来干啥的？原来那个扛活的，后来就让人顶包了。有啥毛病没有？没啥大毛病吧。那货我不要，让他该干啥干啥去。等等，兜里有大洋吗？省着点花、啊。谢妹夫，谢妹夫。接着说。行。